嘉义县是老人人口比例上高的县市，跩人口拢需要大家做伙来守护照顾，志工点点守护着地方。因的人心意志是社会典范，家己各界向因致上上高的谢意。那一旦过来顶冠，拢是互肯定。那不管在评鉴或在实数上，那我想啊，拢是啊啊，为这个社会付出真多，那才能够得到我们政府啊给你相关的这个奖项。啊，我想大家清楚。为这个社会付出是上快乐的一件代志，因为这个社会付出是付出了大家，那做些人感觉讲实在，整个的生命应该还是要跟社会做连结，才能够活得那么踏实。关于王章良讲，志愿服务工作是社会温暖的力量，因的投入和发挥对推动环境工作有真大的贡献，包括环保、卫生、教育、治安、文化、社会福利等等，这拢有志工的投入。我们这次特别在这里啊，举办对我们所有的志工好朋友的一个表扬，也是表示对大家的一个肯定哈。我想，公民社会哈，志工哈，算是一个进步城市的一个指标哦。等于讲有偌济哈啊，志工朋友愿意奉献哦，个人的。的时间哦，甲精神去关怀社区哦，关怀咱这个都市，我想这种东西哦，啊一个进步的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。咱看到嘉义县哦，有这么啊多的志工好朋友，因为大家平常哦，大家拢有事拢共享，但是大家拢愿意奉献哦，我想这拢是足够简单。志工朋友，予咱伫嘉义是更加幸福。希望未来有更加侪民众企业加入志愿服务行列，予嘉义会当充满爱的正能量。记者黄美佳，观察报道。